我一岁的时候妈妈就走了，爷爷在地里种玉米种菜还有种葱，然后种辣椒，帮爷爷和走地里，爷爷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这他家里以前嘛，就是妈妈离家出走了，也爸爸在外面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奶奶有病，经常卧病在床，爷爷一个人吧，就是又要看小孩，还要照顾他奶奶，挺不容易的啊。然后就是家里也挺困难。爸爸回家，不就不高兴？因为我回去的时候，爸爸回来说：“爸爸，你跟我聊天。”他爸爸说：“我没空，就没有跟我聊天过。”平时到他家里就是和孩子就是聊聊天，就是看看他家里就是爷爷不在，看看孩子有什么要帮我帮忙的，我过来帮帮。然后孩子星期天的时候家，我也过来看看。我来了时候，有时候孩子在那玩，我看到孩子那个头发脏了，给他洗一洗，我俩就过来看看孩子，看看爷爷忙的时候，我也过来照看照看。爷爷去地里了，我看。